光芒以及美丽。因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趁早行动，趁早爱。而为了因应趁早这样一个主题，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我身后，我们特别打造了一个百优趁早钟，是以时钟逆转的概念来象征抗老逆龄的时光倒流，而这刚好也呼应了我们百优这样的一个品牌概念。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今天的逆龄仪式。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我们资生堂百优的代言人，同时也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公益大使。各位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桂纶镁小美。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是非常难
有三十周年计划，那还跟一些宗教基金会这样子做一个公益的活动。那你身为代言人，你觉得今天来到这边参与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感觉吗？首先非常恭喜资深堂白鹿金腿无双走过了三十年头的这个里程碑，然后我自己也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一次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的代言人。趁早开始，趁早爱，我相信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想要达到的一个理念，因为我们都不想有遗憾，所以非常荣幸我这次能够透过百佑金腿无双这个代言人的身份参与这个公益活动。是，像刚刚也特别讲到，在这一次其实百佑真的非常希望能够传达趁早行动、趁早爱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百佑我们陪伴很多的女孩们走过了三十年，可能从女孩到女人，可能变成妈妈或者变成阿嬷都有可能。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看到小美，因为从一开始17岁，但从拍电影到成为金马影后，现在来到影片的监制，一路走来这样子，你今天身为代言人，你觉得你有什么话想跟百佑说？我自己也经历过30岁，我相信这个对任何人，甚至对女性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年纪。那非常谢谢百佑这30年的坚持，然后陪伴了非常多的女性走过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的化妆师就推荐过我用百佑金唇入手，对，所以我自己一直也都是爱用者。对，其实呢，我也知道，听说就是我们小美在之前跟我们资生堂百佑共同合作的一个微电影，就是《趁早》，在里头好像据说对你来讲你感触很多，因为不管因为这部微电影，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有点像是把你的过去再回顾了一次，尤其是在里面你也讲了一句话，就是趁早往向往中的自己前进。听说你自己对这段话也非常有感触。的确，我相信趁早这个词有充满了非常多的意涵。如果我们能够趁早，我们的孝顺，我们可能跟父母的关系可以更亲近。如果我们可以趁早懂得智慧的重要，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路上会更有拼劲。我们可能趁早知道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更早的靠近我们的梦想。所以我自己在拍这个微电影的时候，的确很像是回顾我自己的过往。我趁早的知道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并且勇敢的往向往中的我自己前进，所以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自己。是，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过去是历史，明天是秘密，但是今天是宝藏。”我们就是要趁现在，趁早开始行动，趁早爱自己，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那其实像刚刚小美你有提到，你说你在很久以前化妆师就已经有推荐你我们的这个百佑金唇乳霜，那你今天成为代言人，自己实际上使用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其实百佑金唇乳霜的名称是乳霜，对，但是其实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厚重，是在台湾这个天气使用非常的合适，而且它是非常非常高科技的保湿，然后不只是给你补水，它还有长时间的锁水。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女孩子趁早的使用百佑金唇乳霜，趁早的把肌肤这个青春的秘密保住了，对，可以让自己未来的皮肤状况会越来越好。真的，就像我们后面那个趁早中，我们会让时光逆流，对，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是越来越好。其实就像你提到，我想百佑金唇乳霜它能够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可以说是很多女孩子的保养圣品。除了说我们有带着像你的保养成分之外，当然维持保养品的产品品质也非常重要。我想其实这跟小美其实也蛮像的，因为我知道小美对自己还蛮严格的，对，精益求精，但可能之前去留学，甚至让自己休息一下，可以沉淀走更远的路。我想一下，就是当你回首过去，从你出道到现在，或是从你走到现在这样的人生回顾，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吗？我相信这30年能够历久不衰，除了是对自己品质有一定的要求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坚持。我觉得我现在34、35岁了，然后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其实我走得很踏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踏实而诚实的面对我每一个的选择，并且踏实认真的面对我每一个角色。我相信百佑金唇乳霜走到今天。
样，很踏实，很真诚的把产品推荐给顾客。是，我想呢，我们只要能够认同自己的价值，我们不需要去讨好别人，而不断的为了讨爱不断的讨好别人，我们一样就会让大家看到我们自己的光芒跟美丽。我想这就是这次采购跟我们用心，还有邀请我们贵人们，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讯息：趁早行动，趁早爱。那同时，其实在这边也想要提醒大家，因为在这一次我们资生堂百优美丽新基金会跟我们合作，我们有限量200组的百优美丽趁早特惠组，而在这一次我们3天的这个收入，我们都会全额捐赠给我们的丽新基金会。我想这一次的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在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小美对于一些所有的女孩们，或者所有你觉得有需要的人，想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趁早行动，趁早爱。当我们购买百优精品乳霜的同时，我们让自己的外在很美丽，但是我们经过这个行动，我们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女性能够有向往中的自己前进的能力，然后她们能够有机会也让自己的生命更美丽。是我们百优精品乳霜基金会，我们希望让大家都可以成为更美好的自己。